上的大规模机舱才结束。哎，在冲绳之战，在我们这个岛上总共战死24万人，啊，嗯，所以这个数字也是很惊人的。嗯，美军呢68万美军团团的围住冲绳，守卫在这个岛上的32军啊，还不到10万人。美军的作战计划是7天啊，7天拿下冲绳岛，但是这个仗呢打得非常的艰辛，哎，打了70多天。所以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日本投原子弹，跟冲绳之战据说呢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冲绳之战也是美军在日本的领土上唯一和日军交手的一战。美国人没想到日本人的防守战是这样打的，所以按照冲绳的这样的打法的话，美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要拿下东京啊，最少呢要死100万人。美国政府不会让他的100万士兵丢在亚洲战场。7月份结束冲绳之战以后，8月6号就在黑洛西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9号在那加萨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5号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宣布投降了。我们今天要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很早以前这边全是铁丝网，全是美军的基地。现在随着冲绳经济的发展，它的土地不够用，大家看到没有？蓝颜色，就是这一家，这一家。想去看登陆海滩的朋友就一直往前走，6点10分，请返回到这里，我们返回那霸，6点10分，这一个呢是下一站的，下一站 DFS 下一站。妹妹带着很重要的水。你看，这种车坐起来好舒服的感觉，而且它是一个正方形的。这个开也很帅的，这个以后开车载妈妈。这边就是美国村，酷酷酷。地标啊，他这边妈妈都没有来过的，那你签好，这边是停车场。这里是美国村哦，第一次来，爸爸应该不会来这边。哥哥喜欢吃。Poking that behind now, put a pick on that ass, she'll never get the lines out. I'm too real.
You can forget what they lying about. I drop my pants, you gon' think they let the lions out. Somebody cold as Padonka noodle. No, I'm sucking. Sound like I'm eating ramen noodles. Hot and heavy, I'm swinging profusely. Keep my shades on, Medusa. It's my old dad hat. Burn it. I already know. I'm just telling you.神奇宝贝钓鱼了，我喜欢。都被我看中吗？闪电。好。闪电精灵。哦。你最爱的好。好慢。Chocolate 豆的，然后有红豆的，有抹茶的，有荔枝的，有起司的，有西罗莫莫的，还有。那有没有普通的？巧克力。
跟每天都这样跑回去。这是什么？皮卡丘饼干。对。看起来就是牛奶巧克力饼干。我希望我抽中是这一个贴。我希望我抽中。来吃吧。好。这个开法还蛮特别的，以为自己是宝贝球呢。我也要吃小饼干。真的。我是伙伴喵。什么伙伴喵？哦，伙伴喵，好，是颜乐喵，像已经变进化了。礼物好在这，礼物是这个饼干，他会叫用剪刀剪吗？是伙伴猫，就是伙伴猫，这是伙伴喵。猫就是喵的，好可爱哦。然后这是颜色喵。啊，不一样吗？那很不一样。好多啊，这是第一进化，这是第二进化。真的。好多啊。哦，还有这种差别。伙伴喵上次跟它第三进化对撞，修进化成颜色喵了。哇，那赶快吃吧，看好不好吃。好，我也吃。哦，它这个贴纸蛮特别的，我可以贴在那个。那个杯子上或是笔记本上。哦，皮卡丘。我看，我越像皮卡丘。皮卡丘。哦，我有没有？它好吃哦。这没有脸的皮卡丘。哦。哦，好巧克力哦。你喜欢吃吗？嗯。喜欢就好。好甜哦，可能配牛奶比较赞哦。我们是抽中它的其中一个进化，我们是抽中它的第一进化。嗯哼。要不要吃一口？要吃。拜拜。拜拜。日本羊都超小超可爱的，我觉得这个超好吃。他们说蓝色就是大人喝的，黄色的可能是小孩喝的。他那是喝大人的。之前人家发的。你要喝大人的，好，你喝看看。高级。还附了一个吸管，你看他这边说你看他这边说。一瓶里面有300亿个细菌，小孩不能喝了，小孩喝了可能会拉肚子吧，因为它里面的菌比较多。然后它这个小孩的，应该就是正常的吧。牛牛，我一起。好喝。对啊，玻璃瓶的是最好喝的呢。然后再配上一个巧克力星星饼。然后呢，喝一口牛奶。嗯，再一个，你是最棒啊。嗯